好，我是橘子。这会儿在仓库打包，把包打了，然后就我们下午要准备回橘河了。因为今年我们要过两个年，一个是在县城里面过，因为买了新房子，妈妈说第一年啊必须要在新房子里面过过年。第二个年是在橘河，在橘河过年，基本上大多数过年的这段时间就要在橘河了，所以说我们要早点回去准备一些过年的东西，因为今年有很多亲戚也要回来啊。这会儿就忙着打包，打完包还要在老妈店里面去，她说她买了一个抽真空的机器不费用，让我过去教一下她啊。所以说我这里要加快进度了啊，今天的事情还比较多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快递也等不了多少天就要停运了，所以说要加单囤货的朋友们啊，就要抓紧时间了啊！特别是过年聚会特别多，果冻奶片一定要安排上了啊！没摆平，这个要摆一点那个，还是可以啊。好多钱了，马上？100多。哦，那是不贵嘛。不贵。你相当于抽个30个，你都回本了。啊，就是嘛，你看嘛，我每天拿到别个那里去抽，像这种都要10块这么一个。啊，还有小点的就是3块。我说一般我是抽的10块，抽整只的鸡还要6块。所以说，老妈精打细算啊。买了这个又可以节约一点了啊，值得，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。哎，对，心愿只买点东西。哦，你买个东西，个东西在这里，东西在啊，可以可以啊，我这个一般那个摆平一点，我这个东西就是给你们搞的，没摇杆，毕竟俺三十岁了，好了，把老妈也交费了，还有脸充电是。你交学费啊？买几斤的可以用，但是有东西在是不是嘛？买个娃娃，买几斤的买一个，等起来，忙着了，拜拜。好，你要坚持到好久了？我看情况，也许是
30天，也许是29。哦，那么累呀！哎呀，我们开门先把屋收拾，你管一下的。要得要得要得，所以说嫁女儿嫁得近得好，女儿女婿给得近，改小户。走了走了，要得，拜拜，朋友们。